好咁啊，有请咧公开组 A 组复赛 ，B 组 C 组复赛嘅队伍咧，亦都去到报道处报道啦。分别咧就系波大龙啦，全港各区工商联会天才龙啦，广州明达水泥，龙舟队啦，湾胜云中龙啦，澳门海员工会啦，葵青鱼湾立泰龙。咁第23場方面嘅男女混合組C 組復賽方面咧已經開始咗噶啦。咁第一隊方面咧就係灣勝雲中龍啦，第二隊方面咧就係香港大學。職員協會黨大陸噶，咁而第三線道方面咧就係懲教署龍舟隊嘅，第四線道方面咧就係馬卡捷龍啦，咁而第五線道方面咧就 MTR Dragon Boat Team， 第六線道方面咧就香港女龍。比賽方面咧亦都好刺激緊張啦，咁而天氣亦都係個雨勢方面咧亦都係越嚟越大噶。而家我哋睇到方面咧就係第一線道方面咧就係同埋第四線道方面咧就係大前緊噶喎，咁而其他方面